你们之间绝无可能。若姨母还在，定不容你这般荒唐。卓英，有没有烫着？原来娘娘偷偷摸摸的，是在这儿与别人私会啊？ 你听我解释。解释吧。你能不能帮帮表哥，让他离开明定楼？不必了，他就是萧朵吧。我的卖身契攥在王爷手里，谁也帮不了我。卓英，你也无需求谁，萧掌印的大恩，在下消受不起。 表哥，哎，公子，王爷又派人来接您去府上弹琴了。请什么琴啊？谁爱弹谁弹去。表哥，你别去。你就别追了。他若贸然离开明鼎楼，反倒引南越王怀疑。你放心，等除掉南越王，我自会让你表哥恢复自由身。咱们回家吧。回什么家？ 自然是回我们的家。啊！进去看看。 那日离开的时候，乔妮舍不得，我便把此处给买下来了，略微翻修了一下。哎，叶子牌，我特意找人算过。 此地风水上乘，旺财气，宜打牌。想得可真周到呀！那，你还想去别的地儿打牌吗？我能去哪儿打牌？我就去了一回明鼎楼，这事儿怎么就过不去了呢？娘，飞走了。 深秋雨燕为谁等候？徒留花间暗自消瘦。难道你也剪不断那离愁？月如钩，前世的还醒着，还在假设。我这首月色歌。 还有谁来和？想问如何分割这夜色？或者没。